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听，免悲伤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各位亲爱的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跟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，到四点。由阮由小弟阿宏成群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来看社会新闻啊！吼，这个。土耳其啦，就是土耳其，吼、哦，这个男大生啦，吼、哦，这个男大生就是王凯杰嘛，吼、哦。那么法官以20万块交保了，哇，那这一个刷了一个大条啊啦，安怎讲？啊，这个罪，大家嘛讲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这种的社会哦，说认为讲哦，阿宏在讲讲啊，但是嘛，这个社会，但迄无算啥嘿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这认为讲轻罪啊啦，对不对？那么，这是NOW 哦，这是。涉嫌到性侵、偷袭，真侪名女子，而这个土耳其男大生王凯杰，在台湾高等法院撤销这个拘押裁定了后，台北地方法院在今日28日，重新召开拘押庭的审理了。庭审了后，这个裁定以新台币20万块来交保了。但是台北地院合议庭嘛，同时要求了王凯杰必须在每礼拜二拜四去中山。李派出所，就是中山李路派出所啦，报道，伊确保未逃亡啦，针对王凯杰所涉嫌性侵、偷袭的这个案件，高院第一站做出裁定，表示的专案，甲今日敢若有两名女子。提出告诉，其中一个人指控王凯杰对于来算讲的时阵呢，对于无礼就对啦，无讲进一步安怎呢啦。另外一个就坦承啦，自愿甲王凯杰
进行性交啦，在缺乏其他积极事情的这个前提之下，检方敢若凭片面之词就认定王凯吉犯罪的这个嫌疑重大，敢若伤过缩短就对了，吼、哦。而且的时阵，在关于偷窃的这个部分，出面指控的这个两名女子，拢毋是性爱公敌，而这个影像内面的这个人，吼、哦，在性爱公敌无外流散布，以及到无任何女子提出妨害秘密告诉的这个情形之下。实在难以证明王凯吉有所谓犯罪嫌疑重大伊的这个程度啦，因此撤销台北地方法院原区阿的这个裁定呢，将专案发回仲裁啦。对王凯吉交保这个代志，有法界人士在搁较早。庭讯进前表示了，王凯吉获得交保，只会当讲是万来的这个司法证据啦，就是王凯吉所涉嫌的这个性侵吼，啊加偷窃的这个案情吼，自审的这个刑案，律师陈宏斌伊认为啦，如果检方或者是法院，敢若凭两名的这个女子吼，一名。第一讲伊强制吼，啊来共侮辱就对个啦吼、哦。另外一名都承认自愿性交的啦，伊的这个证词吼，就认定王凯吉有再犯之虑啦吼、哦，并且因为伊具有外国的这个身份，替外国的这个护照，就认定有逃亡之虑。必须进行拘押，才会保全日后的这个执行。不是干那安尼，想过头、草率、武断，还佫有侵害人权之嫌呐。哦，律师陈宏斌分析第一讲呐，佮你从虽按相比啦，就性侵证据的这个部分呐。哦，李宗瑞伊个即个性爱公敌，至少还佫有部分，即、這个女子看起来亲像无意识，或者是不省人事的即个状态啦。但是依照目前媒体所报道的即个内容，啊，佮法院裁定书来看吼、哦，那么王凯。性爱公敌内面的这个女子吼、哦，全部拢是意识真清醒啊，吼、哦，真欢喜入境啊，吼、哦，就连出面控告的这个啊女子，拢坦承家己是自愿嫁的孙啊呢，王凯吉性交的啦，在如此的这个证据前提之下，检方啊个法院啊个执意。要裁定拘押，难道难免呐、啊？会予人告病是伫个搞司法民粹啦？看舆论啊，甲社会气氛办案吼，无怪乎台湾高等法院必须撤销拘押的这个裁定呐、啊，将专案发回警察啦。你如果就偷窃性爱过程，以及个妨害秘密部分呐、啊，律师陈宏斌伊在讲啊，依照刑法第315(1)(1)第一项第二款的这个规定，如果以录音、吼、哦、啊、甲翕相、录影
或者是电子记录记录他人非公开的这个活动言论单位，或者是讲身体温书部位者，嘛，敢那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呢？吼、哦，或者是讲拘役，或者是讲30,000元以下，伊的这个罚金，的这个轻罪，在无流出散布的这个情形之下，实在嘛无法度通构成必须拘押的这个理由啦。何况，还佫有真侪跟公爹内面伊的这个女子，拢是大方入镜，吼、哦，对这镜头吼，伊的这个搔首弄姿吼，啊，会使讲是要安怎，啊来的时阵佮拘押。伊这个条件啦，所以嘛，使讲你啊看，看看的，即卖社会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男欢女爱，吼、哦，即卖拢讲3P、4P 的啦，拢安尼啦，啊，就是教育歹啊，有外国的啊，即卖社会就拢安尼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有迄个什么兄啊，讲换某的哦，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这个实在是哦啊，社会啊乱七八糟啊啦。后来咱这件，这个土耳其的哦，啊20,000元交保，好、哦，啊咱就报告这结束。下一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红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